现在是下半场，那待会还是一样有三组报名的朋友。那今天的报名的名额就已经截止了。那我们每个礼拜三都是有创作俱佳这个节目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继续欢迎刚刚找不到的那个卡奇哦，他们出现了，刚去拿乐器。那我们就用热烈的欢迎他们，掌声欢迎卡奇。像梦一样自由，对，好像天堂的悬崖啊。